段看讲完了再就做结束哈、哦。好，来，二十四尊都苏兜罗绵王相的光手，啊、哦，开五轮子，好，毁至阿难及诸大众，我出尘道，一入圆中，为阿耨多五比丘的，因为我多得到了。我去度这块五个比丘，叫做阿耨多罗，他的五比丘，即奴等四众，一切众生都不能成菩提及阿罗汉，皆由客尘烦恼所悟，客尘烦恼所悟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客尘烦恼，你这块心中有烦恼，人家去。我看这些没烦恼，哦，这没烦恼，有谁没有烦恼？啊，你没有烦恼，全部哎，没有烦恼的举手好了，没有一个，可能你们都被克制到这些烦恼所误。我跟你讲，真正找到圆清净的，假装没烦恼也是客存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真正找到圆清净，没有，我烦恼什么？没有是吧？人死就走了。然后烦恼就是菩提，菩提就烦恼。但是他说两个你把烦恼要菩提，两个为了追求菩提而去生烦恼。对啊。啊，为了烦恼又来修啊，太世间我要修菩提。你永远在恶里头。那等一下要讲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不，我不讲这个。我是说，如果说你还有烦恼，是代表着烦恼无边现在，其实都是多余的，因为你被课程已经干扰到了。那是你妄心被干扰，不是你无爱心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，由课程烦恼所悟，奴等当时因何开悟？就因烦恼。精神圣果，一个门一抓我必修嘛，因为他出入晚的时候，他度五个比丘嘛。哎，里面有一个比丘是割利王，你知道吗？割利王当初是给释迦牟尼佛金刚经说铁结之体的时候，后来也是跟着他乔成如来哪里，也跟他去修成大道啊，也是他转世啊，不要度了。他们就有五个比丘啊，这个比丘都是他的王子派出来的将军啊、侍从啊，跟随他去啊。本来看释迦牟尼佛哈、哦。修行好像都那个饿肚子啊，饿到最后呢不饿了，喝牛奶了，他就离开了，不走了。他不知道释迦牟尼已经悟到了。后来释迦牟尼去找他了，他没有回来，他以为释迦牟尼中途啊变质了，修不成道果了。所以这叫五比丘，他度五比丘嘛，在出入丸、出入院，对不对？出入院嘛，哈、哦，他度了五比丘。这时候有个乔成如嘛。我说啊，那好，那我听说乔成如这个是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在金刚经里的割利王吧的以前吧，听说是这样的哈、哦。那乔成如起立来对佛说：“我今长老于大众中，独得解离，因悟客尘两个字成而成为道。因我这客尘，你讲我那话就我我这块是客，阿兵啊，只讲不穿豆腐，豆腐烦恼无边了，你都烦恼死。啊，那我快成道，好吧。这是课程嘛？那、啊、你生他干什么？啊，会生会灭是让他自然嘛？你懂吗？那我们这个人是很难的啊！我希望他活了，我希望他怎样一直现在在搅扰自己啊，那个妄心都起来了，烦恼又来了，一大堆又来了，因为他没有悟到课程两个字，只因为我悟的课程成果成道果是真，比如行客，好像我们在去那个去旅社寄旅社。我这个是修行的人去住旅客，投寄在这个旅客的旅行饭店里啊、哦。然后或者我住在那边，或者在那边吃东西吃饱了，我吃完了，我睡觉睡完了，离开了之后，我就可以整理行装，就要往前面去发前途了。那我就不可能要永远，不管安住，不可能永远住到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落实主人，这个时代的主人。也没有去走远的地方，没有主人饭店主人用在那里的话，所以来这边住的人就这样，来了又去，来了又去嘛。我们的课程事业就这样子，阿斌到了都去无啥个去坐头，坐头了都去都会安坐，啊你啊这无啥个会安坐，永远在课程在旁边。啊，这个女主人还在，我主人也还在，
但是我们一般被这课程哦拉着走而已。啊，咱的华都起来，本身元气进来一颗心，真的就达不到了。好、哦，但是讲这个，就好像我这主人的话，他本来就没有往前面往多远去走啊，就是思维啊不明不住。我等下这个课，短就什么，住啊。以不住则名为刻意，又如心灾生阳生天光物系中哦，那接下来解决哈。咱先讲食，带咱内底迄是啥物？带内底煮饭嘛，对无？啊，这世间的风尘的煮饭物件，甲肉体，肉体这是啥物？人体嘛，肉体是人体，七十年啊尔，但你煮饭的一千万年啊，一亿万年啊，你有记得无？你那个主人的佛是千万年不坏啊，无极以千万年不坏的。他没有生命，但是咱的这个肉体有生命无？有啊。咱的课程的物件，让人用的金钱啊、地位啊，对不对？迄就是课程，然后常用的嘛。哦，你连死的中间这个钱都未用的啊，再好地位嘛未用的嘛，对不？迄这块拢都客。但个主人不是主人嘛？哎，咱主人怎样？但咱无认主人去认啊，认这认客呀。你看一客呀，去甲客人做朋友，很惨啊！啊，而且刚生钱哈，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你主人本来就没有走，啊，所以不住，我掉了这个客，住就是主人，以不住则名为客意，刚好，那这个了解，又如心灾，什么叫心灾？套炸被害，四五点的时候怎样？阳气很清新的时候叫做心灾嘛。好，那细火亮阳光的时候很清阳升天嘛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有一条光打入你房间的防系统进来，那光照射在一个房系中，你会发明这个空中还有很多那个光里头有很多尘像，跑来跑去，有没有？有嘛哈、哦？那尘子在摇动嘛，啊，虚空有没有动？没有，那这个光体都在摇动啊。那这个整个虚空有没有动？没有动，这尘子在摇动。他说：“如是思维，尘即叫做空，摇动叫做尘，以摇动转名为尘。”啊，我是因为这样悟了之后呢，我就不会贪爱这些尘，我就找到我主人，所以我成就阿罗汉。这时候佛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”这个已经，那个乔成儒已经误导了，说你讲对了，所以这阿难为什么七真心所说都是那些不正确的，因为他把卦心当中有个心在，你懂吗？哦，所以佛曰如是，即是如来于大乘中屈五轮子，屈于又复开，开又以屈，对阿难说的，如今何见？你肯定看到上面阿难的道行。我见如来宝百宝轮掌，众中开合，我告阿难，不见我的手，众中在开合，唯是我的手有开合有合，还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有开有合？是我的手在有开有合，还是你眼睛看到的有开有合？然后呢？阿难说：“世尊，你的宝手在众中开合，我见如来手自然开合，所以非我见。”所以我见性有开有，因为我先所见是我的见性嘛，那个如来的见性啊，所看到没有开合的、啊，但是因为你开合，我才感觉有开合的、啊，啊，说我说所以都是因为我的见性没有开合，是因为你有开合，哎，他找到了，啊，你对人这个阿难才找到哦，我的本性是没有开合的，是因为你这个手是一个课程哦，课程有开合的，我都屌了，认为有开合，我认为心有开合，好完了，我的心就掉了。我分不出来的，这你懂吗？啊、哦，他用这个来问他，他就回答得很好。他说：“有开有合，世尊宝手中中开合，我见如来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。”这咱讲个明心见性的故为，有没有？佛讲明心见性，我见到我的性，非我见性有开有合，我也谁动谁静，是谁在动啊？谁在静？阿难就言：“佛手不住，而我见性。”上无有尽，谁为无助？好，来一趟，你这就很厉害啊、哦！阿难怎么回答？
佛手怎样不住，没有停嘛，对不对？而我见性尚无有尽，我的见性有没有也没尽也没动。我因为有动静是你的手，哦，在那边没有停下来，哦啊，谁为无住？谁为无住？这什么？尚无，哎，对，我见性尚无有尽，谁为无住？这是含义是什么？也不会因为课程怎样啊，没有中进啊，不会被课程拉走，也不会因为课程有没有住在那里。啊，也不会因为课程有住跟没住，路也跟着，所以没有课程才有。如果说有被课程影响，就会有住嘛，心就有开合嘛，他没有嘛，没有进怎么会有住啊？对啊，就谁为无住？所以我也不是啊，不是，你说对了，你又这样才说对了。从你刚开始通到大尾都不对，你这样才了解，对了对了。所以我们都被课程所烦恼。好。那我们就今天就上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休息十分钟，来跟母娘一同去光明。再一鞠躬，再鞠躬，好，再鞠躬，娘子杯。